Apple Fashion 2015春夏号男人西装 Relax 踩拖鞋潮潮的。Dior 有开始帮男生去找一些色彩，一些拼花的组合。2015春夏男装非常 colorful， 颜色对比鲜明，考验男人时尚 sense。我这次比较多的重点是放在他在那个颜色上面的处理，然后特别有看有某一些 model 的他们穿的那种休闲鞋，颜色撞色效果很明显。我觉得还不错，以后搭鞋子就不会，男生搭鞋子不会这么单调了。西装不再正经八百，里面可搭针织衫、T 恤、Polo 衫，随意轻松。脚底需要 relax 一下，即使拖鞋配袜子也是 OK 的。苹果的 online Apple Fashion 2015春夏号超商开卖哦，不打哦。